我问过了，但他要死不说。他还是不信任你啊！他不是不信任我，他是不相信任何一个人。宫本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他就算不吃饭不睡觉，也会使出浑身的解数，在最短的时间内，让那个人说出他想知道的全部。说吧，都要我做什么？你立刻去一趟荣泰药铺，日本人已经将那儿包围了。 我觉得那是一个重要的联络点，如果还有没被通知到的同志去那儿找香江的话，就等于自投罗网。公然示警，太危险了吧！我就是要引起某些人的注意，而且我必须要想办法找到那个人被藏在什么地方。 去哪儿了？怎么这么慢？刚从你的杰作现场回来。你还记不记得我那天跟你说过，我就合英的时候，现场还有另外一拨人在保护他。今天我在药铺好像又看见那个人了。自己人吗？不能确定，但是情况太乱了，只打了一个照面就撤了。药铺这条线索暂时拆了，但宫本的嫌疑上的太紧了。那个孟豪的嘴里。 不知道会说出多少东西。我们必须要化被动为主动，找到宫本看押孟豪的地方。我这边出了点问题，怎么了？有几个同事联系不上。按常理，只有我发出的电报，他们接到了消息，恢复再晚也不会超过当天。但这次却有些奇怪。会不会是没收到？不太可能，因为。 我发出的消息都是在公共频道早中晚各一次，而且，他们每天都有收听广播的习惯。老刘的消息，要不出事了。点滴気をつけました。 もう血を切るんだぞ。なぜまた目が覚めない？大手術です。強い麻酔がかけてあります。止血がひどすぎました。よく聞け。こいつに手術するのに麻酔などいらん。戦場の兵士たちが手に入らない太鼓を。はい。おしゃろ。いつになったらこじ開けるんだ、こいつは。わかりません。 明日遅くて明日です。明日までは待てない。どんなに遅くても今晩口を聞けるようにしろ。分かったな。わかりました。頑張ります。長官。找到人了吗？还没有。他们应该是之前已经察觉了药铺的异样。 计划之后再行动的。反正那边已经暴露了，我去也没什么意思。我倒觉得这个地方才应该寸步不离。如果敌人想声东击西，我们这一走，他们不就得逞了吗？そうですね。我去吩咐他们按兵不动。等一下，打一份报告给军政厅。 让叶冲来收拾这个烂摊子。是。哎，你快别卖关子了，你到底跟谁联系上了？
星河会，星河会，对付宫本，还是让星河会的人去吧。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宫本最近一定会不断的转移人犯来混淆视听的，而这些人都是本地人，他们更加熟悉香岛的地形，可以更加容易的找到这些人犯的藏身之所。不是，人家星河会凭什么帮你啊？ 你别告诉我们你去了一趟越南，你跟人家金会长就拜了把子了。拜把子倒没有，只不过是利益上的结盟而已。你就不用担心了，他们一定会帮我的。义父说的不错呀，你是真可怕呀。药铺里怎么还有同志？哦，这点你先别担心。 这些同志有点特殊，他们都是年轻人，在联络点上帮我忙。他们知道什么其他的消息吗？应该不知道。去趟军政厅。哦，哎，不行，先不能着急，我还有其他办法。 长官，你忽然之间让我去拿这些录音，是和审讯有关系吗？我只是突然间有了一个想法。这个是我要的那天的录音吗？是的。叶冲跟踪信号的那天，我们监听了所有军政厅的电话，经过我的筛选，这是那天从军政厅打出来的电话。 我只是不喜欢耽误时间的感觉，去叫醒那个军医，告诉他我的忍耐快到头了。是。我今天在军政厅有一些事情要处理一下，晚上你就一个人去好好玩吧。 那我票都买好了，怎么办啊？啊，我们改天再约吧。愣着干什么？开始吧。 我々3人しか知らん。傍聴した内容は絶対外には漏らすなよ。分かったな。はい。他们不知道我们那些同志的具体消息。 但他们里面有人做过联络员，对我们的工作方式也很熟悉。即使出了事，他们不知道这些同志的具体信息，我们也不会暴露的。但不管怎么样，这一切目前还只是猜测。
你先等等我的消息吧，少爷，休息吧。老恩，我现在心里不踏实，想去找湘江同志再商量一下。少爷，黄先生已经说过，这件事他来处理，我们就要耐心等待。他这么做也是用心良苦，我们要相信他。我不是不相信他，可是他一个人要去通知那么多同志，我担心。我理解你的心情。 怎么样了？哦，你放心，已经在常用的联络点发了信息，他们看到信息自然会和我联系。那儿安全吗？应该是安全的，这都是常用的了。我其实呢，是在报纸的广告栏里边发布寻人启事。咱们的同志每天都有看报纸的习惯，只要看到我发的寻人启事，他们会在自己相对应的范围之内寻找信息。如果是安全的休眠者， 接不到信息，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有危险的同志会在第一时间撤离。那你发布的这些消息不会暴露自己吗？应该不会。其实，我发的寻人启事的名字都是假的，而且内容都是加过密的。日本人应该不会察觉，即便他察觉了，没有密码本，也没有办法破译的。还是小心为妙吧。日本人现在把调查区域扩大到两个街区。 看来他们这次想咬死咱们。其实，比这更严重的局面，并不是没有遇到过。但是我相信，咱们一定有办法克服。希望吧。嗯。湘江同志，不管怎么样，咱们还是要做最坏的打算。如果过了今天还没有任何消息的话，按照咱们之前说的，你必须撤离。 小哥，我现在需要你帮我一个忙。那我要先听听到底是什么忙。宫本苍野这个人你应该不陌生，他最近总是找我的麻烦，甚至在我的家里安装了窃听器，需要我做什么？帮我监视宫本的一举一动，我不太方便出面。没想到你们这些日本军人还搞内斗啊！现在就看小哥愿不愿意帮我了。 我帮你。桜。
何をそんなに悲しんでるんだ。職場の人が悪口14です。きっと君の容姿が美しすぎるから嫉妬してるんだよ。容赦さん、今日は十分早いですね。見なくちゃいけない書類や資料が多すぎる。めんどくさいよ。なら私が手伝います。何か必要な書類や資料があるなら見つけてきますよ。本当か？うん。では以前宮本が風陽を尋問した時の引きと録音が欲しいんだが、探してきてくれるか？はい、すぐにお持ちします。うん。扶起来。容体は安定しています。清水湾几号？26号。继续。深水埗几号？28号。再继续。凤凰岭3号。你连开枪都不会，凭什么杀我？我拿飞刀杀你。飞刀？好啊，用刀来。放开我。飞刀？飞刀是吧？你放开。好，我让你看看你自己的飞刀技术。你自己给我好好看看，这就是你的飞刀技术，上面有哪一刀是扎在我身上的？長官、電波干渉か、搭乗機が破壊されたかもしれません。何よ、你给我站住。放開、放開。何よ。我告诉你，也许你一直把我当作敌人，但日本人从来没有把我当作自己人。
你看看这是什么？我们的生活一直都在被监听，你知道吗？小岛，监听的事一定要做好保密，否则后果你是知道的。是，少佐，明白。機械をすぐに修理し、途上再開する。幼児を登場したことが、貴様らから漏れてたら、その結果は分かってるな。はい。我把何英哥哥叛变的事告诉他了，这个计划不光可以引开宫本，以及找到孟浩，最好还能解决何英的心结。我现在担心何英明天能不能完全配合你，还有星河会到底值不值得信任。何英这边交给我，唐风啊，我和他在越南打过交道，应该没问题。如果是你认为的那样，我为什么要一次一次的保护你？我还要救你，甚至我还要给你枪。如果我现在说的话你都不信，我可以让宫本苍也给你一个真相。到时候，你想去哪儿我都不会管你了。今はどうなってる？傷口がまだ開いて大量出血。短時間では目覚めないでしょう。このまま行けば傷が感染し生命の危険が。どんな方法を使っても、すぐに正常な健康状態に戻すんだ。はい。乾いた服と抗生物質を。不管他提什么要求，都满足他。这个人必须要救活。是。长官。这是我昨晚整理的审讯的记录。等他醒了，立刻转移。是。右少佐，運転できるか？はい。ジェンジャーズに行く。運転を頼む。は。织田跟了叶冲整整一天。他从越南回来以后，每天早出晚归，很少在家。每天除了来军政厅之外，无非就是去了马场、酒吧、餐厅。在家除了给何英做饭，两个人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交流。不过就在昨天，他俩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还损坏了监听器。何英的情绪似乎有些激动。不过今天早上，他们俩就去了尖沙咀，众目睽睽之下逛了好几个小时的商场，最后在雏菊法餐厅吃饭。重新安装监听设备，我要听到他们的每一句话。好的。何英似乎已经被叶冲收服，变得非常的顺从，是不是已经被他策反？长官，我们的行动一向非常的隐秘，共党这边完全没有任何察觉，可是何英的出现太过于显眼，我担心
担心什么？叶冲是不是急了，想在这个时候利用何英诱捕共党，想抢我们的风头？继续监视何英，就算有用，那也是我的。将军阁下，那个孟豪交代出了几个旧的联络网点，还有一些他们经常用的联络方式，我相信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收网了。都交代完了吗？还没有，他现在的病情很不稳定，随时都有可能。哦。为了能在他的身上挖取更多的价值，我先让他休息了。没问题，只要这个人在你的手上，不怕问不出我们想要的答案。宫本君，辛苦了。我现在需要你养精蓄锐，抓捕工作让手下人去做。我要让你用12分的精力来对付这个孟豪。我们来到香岛之后出师不利啊，现在只有靠他让总督在酒井先生面前挽回面子了。是。哦，你见到叶冲了吗？一大早我没见到他人呢。啊，你去休息吧，如果见到叶冲，让他来我办公室。好的。怎么，有事吗？啊，没事了，我先走了。人转移了吗？少佐请放心，孟豪之前交代的地方我已经派人去检查了，有新的发现。酒窖街报刊亭余力街黑板上和告示栏上均出现了字迹新旧不一的摩斯密语。能看出什么来？我认为他们只是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告知彼此的存在，并不是什么接头暗号，也不是什么情报，现在只能够确定有这样一个人，不是有这样一些人。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继续审问那个孟豪。好，发现的地方立刻开始部署。是。哦，对了，从那些字迹的新旧程度上来分析，我发现他们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向彼此发出平安信号。暂时不要打草惊蛇。叶冲呢？织田那边没有任何回复。长官，监听的事我们为什么不告诉将军阁下？小道君，你都跟我那么长时间了，什么时候才能有长进呢？永远不要亮出自己的底牌，否则胜算很少。是。小島さん、お電話です。小田という方からの急用だそうです。是叶冲的消息。我去公示区查了一下，药铺的人全被抓了，关在日本军政厅，三男一女，女的好像已经死了。知道名字吗？不知道。有湘江的消息吗？我回来时绕了宿舍一圈，
没有通知。我们现在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老魏，你去安排一下，帮我把香蕉转移走。好。还有一件事。什么事儿？唐峰说叶冲来找过他，请他帮助监视宫本苍野。唐峰找不到金会长，让我来问问你。监视宫本，他倒真不拿自己当外人啊。这两个人内斗倒是对我们没坏处。你去跟小哥说一声，这事让他办吧。好的。よし、そうしよう。毎日忙しいんだ。そんなこと覚えてられるか。あ、よしさ。日本会館に行か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もし電話があったら、そっちの方に回してくれ。は。ああ、それと、これからは、もうフーさんを盗聴しなくていい。彼女は自由だ。はい。今出かけました。監視を続けろ。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这是我今天上午在尖沙咀何英替我挑的款式呢。你给我弄脏了，你要赔我。哟，你们去逛街了？不出去怎么能吸引抗日分子的目光呢？我明天还要去看电影呢。哼。看不出来嘛，还挺潇洒的。来，喝酒。我相信啊，很快就能找到共产党，不能让宫本这么风光。根据唐峰监视的结果判断，孟豪应该在河里街诊所。我们什么时候动手？今晚。今晚？对，我没有时间了。那个犯人已经醒过一次了，不知道会说出什么东西来。この犯人は重要だ。万一があってはならん。発砲は禁ずる。何かあれば俺が指示を出す。はっ。今何体だ。家は出ていた。ええ、荷物を持って旅館に向かいました。少佐、早就甩掉了。你现在酒量见长啊。哼，在你这菩萨面前，我这最多算献丑。幼児が何が何でも俺より先回りすると。外でよくは聞こえませんでしたが、しかし自信満々の様子で、今晩必ず大きな収穫があると。向かいの男はとても嬉しそうで、かなり飲んでました。やはり幼児も焦っていると見えます。もし奴が今晩抗日分子をおびき寄せれば、人騒ぎあるでしょう。釣りのらしてはなりません。さっき保養はどの旅館にいるといた。法然旅館、二つ先の道です。少佐、人員を増やしましょう。なんだ、俺が小娘相手に叶わないとでも。ついてこい。はい。
最后还是去了。我说过，他一定会去的。注意安全，尽量吧。突然觉得酒好像有点上头。一百个人够吗？我用不了那么多，我只是想让你帮我制造一些混乱，打打掩护而已。明白。你就不好奇我在做什么吗？我没有兴趣知道，但是只要是给日本人捣乱的事情，我都乐意奉陪。是你？为什么不能是我？哎呀，何小姐搬到这个地方来，是要执行什么任务吗？这跟你没关系。如果你要是诱捕共党分子，那就跟我有关系了。这是我跟叶冲的任务，你无权过问。你哥哥曾经是我的人，同样是为帝国效力，你却很傻，选择了中国人做靠山。但是你的哥哥选择了我。我是不会相信你的，我哥哥不会跟你这种人合作的。二妮儿，你哥哥为什么不能跟我合作呢？你叫我什么？这么晚穿成这样，你吓唬谁呢你？哎呀，你知道我谁吗？你吹我你？知道什么吗？你放开！定了，站住！干什么你？你知道我谁？你知道我谁吗你啊？你还拉我一把！哎。